我要去我哥当律师的公司当编导了，他们还不知道我今天要给他们一个惊喜。上班看一下口红吧，今天要留个好印象。快点快点，不能迟到。我到了我到了。老板对不起。走吧，我先带你去见一下林老师。哥哥。哎，老板，我在这儿。什么？这手掌挺可爱的。啊，好嘞。来，过来一下。这是你们下来的第一，以后的话，他会有你们的日常的旅游拍摄。初次见面，多多关照。OK， 那你们先互相了解一下，我先去忙了。疼疼疼疼疼！哥哥哥哥！啊，脖子也疼。昨天录的我第一天当练习生 PD 的视频火了，大家都在说我哥好帅。我现在马上叫他起床，滚出来给我营业。我再给他打第二遍，我再给他打最后一遍。他是个有脾气的人。行，不接，半边都不接，等着吧，等他来跟父好好说说。哥，我昨天拍你的视频火了。真的？嗯，这是奖励你的肥宅快乐水。哥，今天对于你玩游戏如此菜的表现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主要是我妹，主要是我妹菜，她带不动我。我们今天游戏所有游戏唯一一个成功的就是这个抓娃娃，而且还是我自己抓的。明明是我的手在左边在那摇动，超过你的脑袋。行，我们现在去干嘛？注意啊，快走。我们现在去吃东西吧。走呗。这是路。走，快走。哦，正合正义。师傅，我们刷到健身项。啥的？我都去了，我们就吃这个吧。哥，我要吃那个，这个。还有那边。出去了吧，这么晚，我不行，我去换个衣服。
我现在要去跟一下我哥，我想知道他到底干嘛去了。我之前把我哥的滴滴紧急联系设置成稳，我刚刚说小雪，他居然是要去公司，就想看一下到底大晚上的来干嘛。我真的是太可气了。干嘛？等等等！妈妈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亮爸爸，通乐。我哥哥要给你表演一个舞蹈。好好，快给你喜欢的人拍数字比心吧。雨天漫山却又下颗粒，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。夏天真的是冷的可以，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。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，我为你的抖音。妈妈祝你越来越开心，越来越美。谢谢谢谢亮宝贝，那妹妹跳得那么好，哥哥咋的？哥哥眼睛盖得咋子？你眼睛咋都吃了？被妹妹吃。你说啥？爸爸，巴力哥哥，加油！往死里整，往死里整！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听说男生玩游戏的时候，随便你对他做什么，他都不会拒绝。今天我要给我哥扎辫子。Few moments later. 今天我转正了，老板请我们吃火锅。瞧瞧，昨天我哥最爱吃的山药。嗯。厕所。这是错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这还挺香的。吃一点。啊，谢谢老板。啊，哎，这不是我刚烫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你的豆干的吗？啊，嗯，哎，他烫的，老板，他烫的豆干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我哥替我喊一喊，他一直在给我夹菜，老板都盯着他了，我感觉老板已经怀疑我们了。老板你也吃啊，你别客气啊。哥，我好像有只狗啊，他们就这样顺毛的。跟你说，他们有狗的人都是怎么喂狗的呢？是不是这样？你真的打我，你太狠了你。今天我们 PD 正式的入职，你带他去把他的工作照给拍了，顺便把你的形象照一起拍了。拜拜老板。拜拜。哥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去玩了呀？走走走。在哪？你干嘛？你在这干嘛？我带你去开卡丁车，我们一起开。我还年轻。不会把你撞死的，哥。你进来吗？我就不进来了吧，不太好。哥，你脖子抬起来点。我哥像个憨憨，过来我帮你。哥，这是我哥，好帅啊，开好快。绵绵生病了，这是150,000粉丝福利，划水视频，爱你们哦。
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，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，带你吃吃草莓冰淇淋。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，我为你的小梦圆舞曲，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。